绝标题，拒绝标题。二二八狼烟行动全台串联，日月潭少族人也在自己的部落里燃起狼烟，大声为自己的传统领域。近年来屡遭政府进行 BOT 开发案，却忽视少民族的延续与文化，表达严正的抗议与不满。反对任何 BOT， 更得采访的 BOT， 然后加速少族的文化的服务园区。我们族人真的不多，所以希望政府正视我们的所有的传统领域以及文化的部分。我们发觉这个很多议题还是卡在政府政策上跟财团的纠缠不清，所以我们今天烧起狼烟来表达现在目前原住民面临的各种困难跟问题。少族人口少，生活在极度商业化的日月潭地区，周遭庞大的观光产业虎视眈眈地看着少族的每一寸土地，少族人的传统领域甚至是文化的传言，历年来就成为商业利益挂帅下的牺牲品。燃起狼烟，少族人希望转型正义能为少族带来延续族群命脉的契机。如果转型正义能让少族，政府本来答应我的，本来就应该给我们的一个文化富裕园区，只有少族可以在那边生存的一个空间。这个转型正义可以帮助到少族延续他的传承。反亚尼，反亚尼，捍卫土地，捍卫土地，守护森林，守护森林。除了少族本身的诉求外，少族人也在二二八狼烟行动中一同声援塔鲁格族人反亚尼的行动，也同步声援平埔正名运动，希望让更多人重视这些原住民族迫切的议题。原视新闻 NO 南投鱼池采访报道。